就得舔呀、啊，不舔了，人家不舔了。你看姐姐跟他摸摸他小手，他就可喜欢姐姐了。你也轻轻摸小手就行。对，你看他都让你摸小手，他要是不喜欢他不喜欢的人，他不让不喜欢的人摸他的小手。就是哥太难带了，这孩子。我哪里难带了？棍棍都不让摸小手吧？那你还说弟儿哥不爱你？那咋不亲我呢？